天眼看到，据俄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内务部23号表示说，所谓的美国中情局线人奥列格·斯莫连科夫已被列入失踪人员的名单，内务部正在俄全境之内查找此人。据俄内务部人口失踪档案库资料，斯莫连科夫目前属于失踪人员，因此查找他的下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斯莫连科夫曾在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厅任职，但数年前即被解职。在克里姆林宫任职时，他并非高层职员。佩斯科夫指出，克里姆林宫并不清楚斯莫连科夫是否曾为美国中情局服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早前援引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中情局在2017年开展的秘密行动中，将一名与俄政府关系密切的线人带出俄罗斯。报道称，该行动是在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时任俄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与特朗普会谈后完成的。报道指出，此人是在俄罗斯领导层内部工作的最资深卧底线人之一。另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这名线人目前居住在华盛顿附近，受到美国政府保护。媒体随后传出消息指出，这名线人名叫奥列格·斯莫连科夫。据俄罗斯媒体报道，2017年6月，斯莫连科夫与妻子安东尼娜和3个孩子在黑山共和国度假时失踪。